嗨，各位同学好，我是中头老师特别老师。今天还是一样进入到我们自然拼读以及国际标的应用学习第三循环过去式以及复数型的一个练习。在上堂课我们教了 ORG 在 ORG 这个地方老师有教 ORG 这个音如果复数型的话它会念 ORGES过去式 orched 要 g 这个音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后来有教了这个 ORK 的一个变化型ORK 当然它有 OR 以及 ER 这两个音OR 以及 ER 这两个音。那我们今天来继续做一个判断在这个 forked worked， 那 ORK 如果加上 S 的时候，我们是念 works 或 irks 一样练习一下 forks works 那当然，同学们如果不会的话可以看我们上一堂课的一个练习这堂课我们继续走这个韵音我们看这个 OR 的一个选择OR 的一个选择 OR 有 ORLDS 那这个地方比较特别一下我们在 OR 等一下我把这个上堂课的把它抓上来好，那在 OR 这个地方选择还是一样我们韵音 Nucleus 还是这个 OR 那有一个结尾有一个结尾音，大家同学们可以看一下，叫做 LD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当你是 ORL 再加 D 的时候，该如何去判断同样的我们知道 R 是 approximate 静音 ，L 也是 ，L 有两个读音就是在首音的时候，它是当成辅音，但是它在尾音的时候，它是当成 approximate 静音，它的静音我们就是它是一个 light 我们说有 dark l 重读的 l， light l 轻读的 l， 就是 dark l 的时候，我们是念 l l l 舌头有滑动l l l， 它轻读的时候，我们是念 o o o。所以同学们有些人不太会念 ORL 怎么念ORL 注意一下，我们会念 L， 我们 OR 我们来把今天的单词把它写出来给同学们看一下有的同学读这个很难 L， 先我们来像 DS 念 Z， 然后 L 我们念 OZ 我们先念 O 再念 Z， OZ。 那我们把它谜题解开来这一题很特别那同学们看W 开头后面配上 OR， 你会怎么发音？注意我们讲过OR 的前方如果是 W 是 OR， 它就是念长儿音所以我不要看前面 W， earls， 然后再把 W 加上来 ，worlds， 这个发音很特别所以我们来试着同学们来看我们来在这个 OR 的一个组合，到底它念 OR 还是念 ER？ 来跟着老师念一下 ：F for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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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ed worked worked， 再来一遍 ：forks forks forks works works。works
worlds, worlds, worlds. 同学们是不是觉得在这个 OR 刚好两个长元啊，我们讲的双元以及长而音啊做一个区别啊，同学们这样练习是否能看得更理解一点啊？好，希望同学们喜欢啊。同学们还是一样，如果喜欢钟东老师、David 老师这边提供给你自然拼读规则、国际音标的应用学习，如果喜欢的话，也欢迎你在老师影片后方留个言、按个赞、做个分享。如果你对语法、发音还有其他问题的话，也欢迎你在老师影片后方留下你的问题，老师看到尽快给你个答复。以上就今天的教学，也谢谢大家收看。